Toyota 真的也撑不住了，因为物价不断的在飙升啊。刚才 Ada 有提到哦， Toyota 的 bZ4X 这一次呢涨了 7.1 万，从 159.9 万涨到了167万。这时候呢问题就来了，有一些消费者说啊，天哪，Lexus 的 NX 入门的NX 200入门是163万嘛，对，对不对？那会不会本来我想要买 bZ4X 的人，这时候就跑票了呢？对，确实啊，因为其实bZ4X 涨价之后，然后网友在讨论，这一瞬间哦，167万价格超过这个 Lexus 入门的 NX 200精英版哦，两个价差，Toyota 贵4万块，还贵四万哦。虽然我相信在多数买车的过程中，这个电车、油车可能是他不会一起去讨论，但是因为价格实在是太相近了，而且 Toyota 卖的比 Lexus 贵，这个通常没办法接受。对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到底为什么 Toyota 的这个电动车有本事卖比这个 Lexus 还贵哦？其实基本上因为刚刚提到，一台是电车，一台油车，这动力系统是完全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动力数据，201匹，扭力27.2，都胜过 Lexus 的 NS 200。那这东西呢？虽然说bZ4X 它车重，因为电动车电池很大很重，它车重是要我记得达到1吨9，非常的惊人。那也比这个 NS 多了大概200多公斤。对，但是因为这个电动马达这个扭力很强劲哦，这踩起来的加速感还是明显胜过 NS 200。对，再加上刚刚艾道有分享到，因为这个 bZ4X 的电池在车底，电动车都是这样，重心很低。纵使它看起来是一台跨界的休旅车，但是这低重心的优势让你开起来觉得沉稳，很溜达，很好开，跟你印象中的这个丰田 Toyota 牛头牌是不太一样的。所以也是这些东西，其实会让网友很自然去思考说，这个 Toyota 卖的比 Lexus 还贵，到底是要买 Lexus 还是买 Toyota？ 那这个对，有点像是这个是鸡手，对，这个是鸡手，这个是牛尾。你到底要是买哪一个哦？那我觉得其实以我个人经验来说，Lexus 虽然说 NS 200是它的最入门的版本，但是它终究是豪华品牌，是，所以它在一些开起来质感或是一些品质细腻度上面，车内整个的用料铺陈，真的还是高级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，所以你会选它哦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今天是一般的买家，你真的比较在意这种开起来的质感，然后你对动力的要求可能觉得舒舒服服代步就好了。那我觉得 Lexus 虽然说这个入门的 NS 200好像看起来不是太过厉害的车子，但是它能够符合多数人的需求，我还是非常建议，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去选择豪华品牌，这个享受度是真的不一样的。是哦，但很多年轻的族群可能就会觉得，对，我一定要买电车，科技感。然后其实如果有去接触到 bZ4X 的话，你大概可以知道，其实这车就是现在的丰田的有点科技的天花板。哦，这个。而且是第一台电动车，对，然后它的一些细节、一些界面、按键的触感，其实它都有 Lexus 的感觉，只是它终究是在 Toyota， 那就看你对这个 Toyota 的这个品牌有没有那么的接受度那么的高。那我觉得多数人来讲的话，可能传统课程还是喜欢 Lexus， 毕竟它真的是一台高级车、豪华车。那如果喜欢这种科技感，然后特殊的感觉的话，然后享受着电车比较充沛扭力的输出的话，其实 bZ4X 看起来好像很夸张，卖比 Lexus 贵，但是它绝对值得这个价钱。是，没错。好，谢谢小钟的分析哦。观众朋友，讲到电动车啊，因为 Toyota 的 bZ4X 其实当初一接单的时候，真的把大家吓到了，它的这个接单量非常非常高，到现在呢，即将准备要开始来交车。那我们讲到电动车，我们就开始来看看啦、第三季电动车的市场上面的表现是如何呢？刚刚这个小钟跟我们分析，Lexus NS 入门版的哈，跟这个 bZ4X， 他说他要买 Lexus NS， 对不对？毕竟它里面还是有高级车的一个这个质感，所以表示他，我认为他不会买电动车，因为买电动车买的是一个潮，是一个科技感。我们从这上面啊，十辆第三季卖最好的电动车，你就可以发觉、卖最好是一个特斯拉的 Model 3哦，这个车哪有什么质感可言啊，没有啊，空空如也啊，造车工艺品质都没有其他，你看到没有？韩国车表现都比它好的太多太多，更何况是保时捷的 Taycan、 BMW 的 iX， 这个高级车、豪华车的质感满满啊，但是它科技感非常强烈，所以也造就了它有不错的一个销售成绩。那接着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用这个逻辑来推论的时候，就既没科技感，又没高质感的车在这里。我没有说它不好，但它真的是相当的务实啊，没错，所以它的销售并不算太好了。并不算太好，但它每年是对它有一个中期的一个这个改款，但它每年在台湾的配额本来就不多。
所以其实也是就达标啦。对于裕隆尼桑而言呢，我利福的销售数量其实是已经达到我的要求的标准了啦、那所以不要说讲说这车没人买或那个车没买，如果说你用卖的最好的四台车里面卖最差，那是宾士 EQS 啊。对啊，才卖29台啊，对不对？谁要买这种车啊？但价格好贵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是你买不起，不是谁要买，很多人要买还没有车呢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它也是这里面最贵的一款电动车。你说质感好不好？好啊，科技感有没有？当然有啊。开宾士的电动车潮不潮？潮啊，当然比特斯拉还要潮，但是比特斯拉贵很多啊。对，所以特斯拉会卖得好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最后我们来看到。你看到没有？韩国车的两辆 EV6 Kia 的 EV6 跟 Hyundai 的 Ioniq 5，其实都有很不错的交车成绩，对不对？没错喽，竟然是在第二位、第三位。不过比较可惜是 Hyundai 的 Ioniq 5呢，目前是没有车的一个这个状态。对，因为今年是180辆，它今年已经卖完了。对，它今年已经卖完了，没有车会再交了。那意思表示第四季它就可能没有。我觉得同样是韩国品牌哈，同一个妈妈哦，可是在不同的经营者角度上面沟通的模式上就不一样。以 Kia 的 EV6 还记得今年它要卖多少台吗？800吗？500吧。500啊！当初是说今年 Kia EV6说要说卖500台，是500的。好像是，好像是，对不对？500台嘛。可是他已经卖250辆，那你现在他后面还有几辆？3个月来交，他还会再500台，表示他要到了超过他原本的配额的车辆喽。了解。所以沟通的 EV6还会再往上创造出新的销售数字。那当然也代表在台湾经营 Kia 的这个森纳美啊，包含我们台湾人的总裁，他对于这个母厂这边的沟通，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。事实上 ，Kia 在台湾已经一直创造新的销售成绩出来哦，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点。那来最后看一个 Volvo 的 XC 的 Recharge， 这个电动车其实在还没有正式来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卖光了嘛。说2020年，哎，不对，对，还没有发表就卖光了嘛？在车展的时候已经卖光了，对，都已经卖光了嘛。然后车子到了之后呢，因为车主等很久，所以都先给消费者了嘛，所以媒体也没有看到车嘛，对不对？是，对吧？对吧？对。但是它后面还会好像会有一个斜背的，是不是？你说 C40 就斜背的嘛？对，你不要讲太明嘛。就长得 B 柱以前长的是这个样子啊。B 柱以后变成一个斜背，更加跑车一点的，也是电动的，是吧？对，没错。那我们就这个关子哈，讲的够明的，也不算卖了，就给观众朋友们再去想象一下。第二，我们来看到最近最热门的是最夯的话题，郭董的 Model C 啊，Model C 能不能跟 Model 3来比拼啊？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啊，因为两个人不在一个集聚啊。可能 Model B 啊稍微会好一点点，有一点竞争，我觉得会更有趣啊。但是你要来看到哦， Model C 从这个法说日开始讲，前两年的说他们要做100万元以下四轮传动纯电车，400匹的最多马力，0到100加速3.8秒，续航里程700公里。过700。啊，这个 Model 3怎么跟他比呢？所有东西都输他啊，而且还比他贵啊。对不对？理论上来讲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到时候真正看销售的数，销售出来的状况才知道、啊。不过我一直认为哈，有几个条件是不存在的，就是不能够同时满足。例如说700公里、3.8秒、四轮驱动，然后这个400匹马力，然后不可能在百万内，这是我的一个这个想法哈。Model B 现在平台又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先辈车吗？先辈车，先辈车比较可，我觉得可能比较接近 Model 3。但是这样说好了，鸿海也在评估我这个平台要不要继续给纳智卖给纳智捷，所以他是那要不要继续借要不要让纳智捷再来去销售郭董坐车？说实在，郭董没有自己坐车啦，团队在坐车，但是大家还是会认为这是一个郭董牌嘛，不会认为它是一个纳智捷牌嘛。但是如果郭董牌变成纳智捷牌的时候呢，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销售状况？我觉得很有趣的。但是以目前这个 N7 预购的一个这个程度来说，超过15000。对，很恐怖，很恐怖，很恐怖。所以说以那个数字来看呢，那特斯拉就真的不算什么。